歡迎翻嚟《雨片榮光錄》嘅第二節。咁正話咧就講到即係我親身目睹咗一啲粵語片嘅拷貝嘅流失啦，即係一個係一個相當即係講翻嚟相當傷感嘅一個事實。咁去到2012年對唔住，應該係去到1982年啊。針得太快了。1982年我籌劃第二次的即係香港電影回顧的項目咧，就是一個叫香港戰後國粵語電影比較研究，就是研究朱石倫導演和秦劍導演兩個人的作品的一個咁嘅回顧展。咁嗰次咧就更加即係需要嘅，因為嗰個放映嘅數目咧都可以容許比較多，因為講緊兩個導演，咁所以嗰個去搜尋個拷貝嘅工作咧就更加積極一啲。咁今次即係嗰一年咧，再一次就見識到嗰個情況咧，就更加係令人更加傷感嘅。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又係聯絡咗好耐啦，咁就揾到當時候40年代喺上海有一間好重要嘅公司，就叫做文華公司。咁後來咧，佢哋嚟咗香港嘅，即係嗰個老闆。咁當然喺80年代嘅時候咧，個老闆已經死咗，叫吳盛哉。咁就剩低兩個仔啦，咁我哋又係通過好多嘅方法就聯絡到呢兩個仔啦，咁就問佢，即係文華公司，因為喺香港亦都拍過好多戲嘅，咁到底即係有冇存在咧？呢啲片即係仲有冇拷貝咧？咁原來佢哋真係仲有嘅，咁就佢哋租咗，原來咧就喺北角咧租咗一個單位，都係一啲半塘翻嘅舊樓，咁然之後帶我哋去，佢平時根本鎖埋就算數噶啦，鎖咗好多年噶啦，咁就帶我哋入去睇。哇！然之後一入到去咧，嗰個單位咧，一入到去已經係一陣好酸、好臭嘅味道，即係撲鼻而來。咁原來嗰陣時咧嘅35米嘅拷貝咧，嗰啲菲林咧就係帶住一種硝酸性質嘅，我哋叫 nitrate film。其實 nitrate 咧，即係呢一種咁嘅化學品咧，就係如果擺得耐同埋喺潮濕或者係個温度比較高嘅底下咧，佢會自動融化嘅。就甚至咧，就如果再高温啲咧，佢甚至會自動燃燒添嘅，都幾危險嘅一樣嘢嚟嘅。咁就係呢扎菲林咧，原來就係擺咗喺呢個單位咁耐，又冇通風，咁其實已經開始好多都開始融化，就發出嗰陣即係酸嘅味道。咁我哋嗰陣時同幾個好好嘅即係電影節嘅同事啦，即係咁就決定啊，即係。抄都冇得抄啦，因為即係太嗰個惡個環境太惡劣，唯一方法就係將即係嗰啲差唔多，我諗嗰度有成20-30部嘅戲嘅拷貝咧，就搬翻去 office 先啦。因為嗰陣時我哋喺新世界中心仲有一個比較大嘅 office， 即係電影節，咁啊搬咗翻去。咁搬嘅過程真係已經係好艱難啦，因為好臭啊，真係。咁搬翻仲嘣一聲跳咗幾隻老鼠出嚟，好得人驚。咁啊搬到翻去之後咧就。要逐餅逐餅菲林咧，有啲生曬瘦啦，就喺個嗰啲鐵管咧要撬爛佢嘅，然之後一打開咧，跟住嘣一聲又一陣嗰啲硝酸味出嚟。咁結果咧，我哋睇即係揾到嘅拷貝攞咗翻嚟嘅拷貝咧，係冇一部戲係完整嘅。咁唯一可以所謂救到嘅就係兩部電影，仲係即係救到幾卷嘅啫。一部咧就係朱石倫，兩部都係朱石倫導演嘅。一部就係由費穆先生開始拍，但係拍咗幾日之後咧，費穆先生就死咗，咁佢叫《江湖兒女》。咁另外一部咧就係朱石倫先生嘅一部有啲超現實嘅，係講一個人死咗之後嗰個鬼魂同人間嘅交往嘅電影。我一時間記唔到個片名，咁就嗰個戲咧就只能夠好似現存當時揾到嘅係唔知一本定兩本戲。咁其他全部都報，即係報廢曬㗎啦。咁呢個真係好 sad 啦。咁另外咧又去過早期嘅有一間叫做專拍國語片嘅叫做永華電影廠嘅一個，即係佢哋嗰個所謂倉庫啦。其實永華片廠咧就係拉美後來就租咗俾嘉禾片廠，即係俾嘉禾公司，就喺鑽石山嘅。咁其實我喺嘉禾公司都工作過一段時間，但我都唔知道原來嗰個就係永華啦。到我知道嘅時候咧，亦都唔知道原來再上山咧，就係佢一間石屋咧，就係所謂嘅片倉啦。咁嗰個石屋大家都知道啦，第一就係冇遮冇蓋嘅，喺個後山上高，咁日曬雨淋，
咁個石屋又冇一樣係冇空調冇剩嘅，咁所以入到去揾咧又係所有啲菲林差唔多都報廢，但係就好奇蹟地咧有一套好重要嘅電影咧就叫做《國魂》，係卜萬倉先生導演嘅一部戲咧，同埋一個相當大嘅製作嘅咧，就好完整地咧就保存咗落嚟。咁嗰一年嘅電影節咧，我哋都有放嘅。咁但係放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硝酸片。其實去到七八十年代咧，已經再冇硝酸片嘅啦。就易燃嘅菲林咧，已經變咗係 polyester， 咁就好安全嘅。咁但係而家其實放硝酸片咧，即使喺個 normal 嘅情況底下都有個危險嘅，因為我哋放嗰啲係即係燈膽機嚟嘅，咁都有一個温度嘅。咁但係嗰年我哋就真係好唔識死啊，照樣放啊！即係其實有一個危險，即係放翻可能嘅戲院會著火嘅。咁但係 anyway， 我哋放咗兩場之後咧，咁嗰個電影咧就即係個拷貝咧，亦都擺咗喺我哋嗰度，就冇送翻去永華，即係冇送翻去嘉禾嘅，因為佢哋都唔要噶啦。咁我記得係擺喺度做乜嘢咧？點好咧？擺喺自己屋企好危險嘅喎，佢會火燭嘅喎。咁擺喺 office 咧，嗰個 office 又係即係都會都危險嘅。咁而且即係電影節有陣時候會搬 office 啊咁樣樣。咁其實後來咧，我做咗一個叛國嘅行為。咁咧我就將呢個電影咧，因為我哋嗰陣時認識到一個英國影評人啦，佢係好熱衷亞洲電影、香港電影，就係叫做湯尼雷恩 Tony Raines。咁亦都透過 Tony Raines 咧，就同呢一個英國嘅 British Film Institute 咧係聯絡咗。咁咧就因為佢哋有一個 film archive 嗰陣時，即係嗰陣時全世界都唔係話好多 film archive 嘅啫。咁當然 BFI 叫 film archive 好出名啦，同埋佢哋收集各地嘅電影佢哋都收集嘅。咁就聯絡咗佢咧，就靜靜雞咧就寄咗國魂俾佢。咁所以而家國魂嗰個修復版嘅拷貝咧，應該係由 BFI 做嘅，同埋應該有存放嗰個拷貝喺度嘅。咁 anyway 呢個就係即係永華公司嘅拷貝啦。另外亦都有入過銀都機構，即係喺清水灣個片廠咧，佢哋亦都有一個片廠，那個規模就比較好啲啦。同埋個 condition 咧，我記憶之中都冇空調，但係比較通爽啦，同埋比較大啦個地方。咁我哋都揾到好多即係早期因為銀都機構早期咧係三間公司咧，就係所謂嘅左派公司，就係長城、鳳凰、新聯。咁新聯咧就專拍粵語片嘅。咁我記得嗰一年嘅回顧展裏邊咧，我哋都放映咗即係好幾部嘅粵語片係新聯公司嘅出品。咁但係放完之後就還翻俾佢哋啦。咁至於佢哋保存成點咧，或者後來有冇咧，或者再後期嘅電影節做到呢、這、一個香港電影回顧嘅時候，有問佢哋咧？都有啲都唔見咗啦，都有啲都可能就咁樣消失咗，或者係爛咗啦。咁呢個就係粵語片嗰、那個即係保育對我嚟講一個親身嘅一個咁嘅經驗啦。咁係相當 sad 嘅一回事。咁當然後來我哋香港自己有咗我哋嘅電影資料館之後咧，這個情況先至得以慢慢咁改善啦。咁但係亦都好 sad 啦，即係當全世界各地嘅電影資料館或者甚至係電影公司私人嘅機構都開始去重新修復我哋即係佢哋嘅即係古時候嘅電影，以前嘅電影，無論係經典又好，或者係啲好有特色嘅電影都好。咁但係我哋香港喺呢方面咧，無論係經費啦，或者係即係受重視嘅程度咧，亦都係到好低好低。即係呢咁多年嚟，即係呢十幾二十年嚟，我哋修復嘅真正所謂修復嘅經典嘅粵語片咧，係我諗五隻手指都數得出。咁呢個係一個相當又係令人即係佢本身資料館入邊嘅菲林嘅拷貝，我哋保存咗幾多？我記得好少嘅咋。有冇印象？具體嘅數字，我相信其實都可能有。我估計都可能有接近1000部，冇1000部。平時未必會攞出嚟。係啦，好多佢都唔攞出嚟嘅，同埋好多佢都係咯擺咗喺度，佢只能夠好地咁保存啦。又或者即係佢哋都有清洗過一次嘅，我相信。咁但係你話即係真真正去到所謂去處理
去運用佢或者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大部分時間個放映咧，佢哋都係放映錄影帶拷貝，即係當然係 HD 嘅拷貝啦。即係比較高清啦，但係都未去到今日嘅即係所謂嘅數碼即係嘅 DCP 嘅拷貝。咁係舊年我應該知道咧，就香港政府咧，佢係撥咗一筆錢，就每年2500万咧，就俾香港電影資料館，就所謂去進行修復。但其實修復一部電影咧，即係完整嘅電影咧，真係好仔細咁去修復咧，其實點樣樣咧都可能要幾百萬嘅。咁所以你話2500万可以修復到幾多咧？咁其實係好可憐嘅。咁但係電影資料館嘅理解咧，佢就用咗另外一個方法，因為而家個機器修復機器咧。軟件啊嗰啲咧，亦都係開始比較先進一啲，即係有一佢哋而家就所謂做咗一種叫做 film enhancement 啫，即係嗰種咧就其實未去到真真正正係每格菲林咁去修復，即係用數碼去修復，而係整體上佢就將個電影咧就 run 一次，即係基本一大問題咧，咁佢係可以係透過嗰、那個。即係嗰個硬件咧，即係嗰個軟件咧，就係即係自動修復、自動調整嚇。即係當然之前咧，佢哋都要睇一睇個菲林嘅質素啦，即係都要做一啲即係補窿啊咁樣嘅質素，即係咁嘅功夫。然之後再過片嘅時候咧，咁嗰個電腦咧就開始掃描嘅時候咧，就即係去調整一啲嘢啦。但係呢啲調整一啲嘢咧，就佢未去到咁細緻，所以譬如啊，普遍嚟講，嗰套戲譬如有幾場戲可能係比較黑嘅。咁佢就調光少少啦，但係調光嘅時候咧，可能成套戲咧，其他唔係咁黑嘅地方都要光咗少少啦。咁呢個係睇過佢哋一兩套戲嘅效果之後，即係得出嚟嘅感覺嚟嘅。咁佢哋其實已經進行緊呢一種咁嘅 enhancement 嘅所謂我哋叫做基本修復嘅工作啦。咁有即係十幾廿部戲咧係進行緊。咁亦都係做，即係開始放映嘅。咁但係因為呢個疫情咧，中間就斷咗啦。咁係咯，我哋只能夠做到一個咁嘅地步。相當可惜啦。好 sad 啦。咁一跳咧，就真係要跳翻一樣嘢啦。咁今次咧，就我哋三個都有共同嘅經驗嘅，就喺1982年嘅時候咧，2012年啦，2012年嘅時候咧，我哋就即係同埋仲有其他幾個共同對粵語片有嗰個愛好嘅朋友咧，就組織成一個叫做香港粵語片研究會嘅一個組織啦。咁或者你可以講下啦。我記得係咯，最初你即係 call 咗一個，揾咗應該大概6、7個，我哋應該最初係。咁跟住就即係組織一啲，嗰陣時都有啲 plan 嘅。跟住最短其實係即係諗住持續性，我哋做一啲 talks 啊，或者啲專題嘅研究。咁我記得第一次就應該係喺兆基嗰度有一個，即係差唔多全日嘅，揾咗我哋本身最核心嘅成員同埋一啲。可能不同的學者啊，或者研究者去做一個好嗰、那個，我記得嗰日範圍都好廣，譬如可能有人會討論一下吳楚帆啊，或者譬如陳志德可能講一下一啲新聯或者佢喺文學方面的一啲 input。咁我記得我自己就譬如可能講中聯畫部用即另外一邊可能少人講啲一啲嘅文獻嘅 research 咁樣。咁我記得之後我哋。做得比較多，應該之後有一個李鐵的改編啦，同埋就開始了一個比較持續性在 BC， 可能是大概2-3個月一期，每期有個不同的主題的討論同埋研究。咁我諗嗰一個就係、是、譬如我哋同一時間，我哋喺即係電影資料館一路都會有 follow 或者繼續睇佢嗰啲電影回顧啊、放映啊。跟住另一方面，我哋自己都做。好多佢唔會做，佢忽略咗嘅，或者少人講啲嘅 topic。譬如我咁，我哋嗰陣時去揀一啲題目去做研究，或者大家做一啲討論，都係想講一啲可能係電影資料館以往嘅一啲粵語片嘅研究者可能少啲，或者可能比較新穎啲嘅切入嘅角度去講咁樣。或者我哋可以睇一睇，我哋粵語片研究會嘅 logo 啊，係嘛？我哋睇一睇。因為呢個 logo 係阿強設計嘅，係啦，一個咁嘅 logo。喂，阿強，你可以講下點解你要將你嘅 logo 設計成咁樣？因為嗰陣時我比較中意，或者細個嘅時候啦，我比較深印象或者中意嘅戲，其實係有一間叫光藝公司嘅。
的電影，咁啊，咁光藝公司嗰間嗰個電影公司嗰個 logo 係一個燈塔嚟嘅，咁啊，所以我初初話如果要諗一個 logo 嘅時候，咁啊突然間諗不如即係做一樣嘢出嚟，我嚟呼應一下我自己即係覺得好好深印象嘅呢間公司啦，同埋一個燈塔都好似幾有意思啊，即係將一啲黑嘅地方照翻光佢，咁誒。即係嗰陣時係基於呢個原因做咗呢個 logo 先嘅，嗯，係啦。不過就少少啦，即係可能會有種感覺，會覺得嗰樣嘢係古典啲嘅，即係唔係一個好近代嘅一啲所謂 logo 嘅嘢，即係舊派一啲嘅。其實嗰個想法下邊嗰、那個下邊嗰個有條好似一條帶咁嘅嘢擺個名落去咁嘅樣。但係我當時就唔係好介意咯，即係而家都唔介意。不過我意思嗰個諗法係比較舊派一啲嘅，應該嚇。呢個我覺得有少少似校徽。啊，係啦，係啦，係啊，尤其是嗰啲帶嗰啲啊，好似中學校徽咁樣。古典啲咯。係啦，係啦。咁嗰陣時我記得誒，點解會有呢個 idea， 即係提議，即係想真係做一個粵語片嘅研究嘅組織咧？誒，最主要其實就係嗰陣時電影資料館咧，就誒阿 Sam Ho 啦，即係一個。佢嗰陣時都喺電影資料館做策劃嘅工作啦，亦都係一個好資深嘅預片電影研究嘅工作者啦。咁誒、就佢就搞咗一個即係、就是、策劃咗一個中聯電影嘅回顧展。咁中聯電影個重要性，當然我哋以後喺預片榮光錄嗰度咧一定會提到嘅。咁但係誒、最難能可貴嘅咧就係、是、誒、中聯電影即係、就是、中聯公司。佢由成立開始到結束嗰十幾年之間咧，佢總共拍咗42套電影。咁呢42套電影咧，係即係近乎奇蹟地咧，係全部係保留咗喺度，保留咗喺香港，而且係誒、幾乎每一部嗰個質素啊，個畫面嘅質素咧都相當理想添嘅。咁誒、所以佢哋亦都嘥咗好長嘅時間，同埋好重視呢一個回顧展啦。咁就我記得呢個回顧展差唔多係維持咗成兩三個月嘅，嚇，相當大型嘅一個活動。咁喺呢個活動即係其實我哋幾個誒、當然我同阿 David 係認識咗啦，但係即係佢年紀好細啦，亦都冇乜點特別睇過粵語片啦。咁我同阿強之前亦都係好即係網上高有認識啊，冇話真真正即係坐低傾偈啊，即係咁樣樣。咁其實係亦都加埋其他幾個嘅誒、當時候嘅創會嘅會員咧，都係成日去睇中聯電影嘅。然之後睇完呢個中聯電影回顧展之後咧，又喺 Facebook 啊，又寫嘢啊，又講下咁樣樣。咁我又開始留意到，咦，原來呢個人有睇過喎，呢個人有睇過喎。咁好似佢嘅態度又好似好認真喎，寫啲嘢好有趣喎咁。咁然之後先至有一日同阿 Sam Ho 咧就傾開，咁就話不如喂，係咪應該可以揾佢哋出嚟又傾多啲咧？咁就約定見面，從見面咁一路傾一傾。咁我就即係覺得有呢個奇想啦，所謂。咁先至就倡議咗，同阿 Sam 咧就一齊成立咗呢一個，即係拉埋你哋咧就成立咗呢一個研究會。咁誒、所以正話就等於 David 所講啦，我哋研究會最初期即係成立嘅時候嗰、那個活動咧，第一個活動咧其實就係、是、都野心都幾大嘅，就係、是、喺兆基書院咧就做咗由朝頭早一路做到夜晚啊，就做咗一個中聯電影嘅一個咁嘅研討日。咁誒、就邀請咗好多好多人嚟到係即係就住唔同即係、就是、中聯電影唔同嘅誒、題目咧，就即係、就是、發表一個好短嘅演講咁樣樣。後來咧都即係、就是、有好多都寫咗做文章嘅。咁差唔多有成十幾個即係講者有嚇。咁仲請到馮寶寶同埋阮兆輝嚇嚟到參加嘅。咁係相當熱鬧嘅嗰日。咁喺往後嘅日子裏邊咧，其實咧係誒，即係一路舉辦咗好多活動嘅。咁或者呢啲嘅放映嘅活動咧，我哋可以即係一路睇，就一路可以即係係啦，即係睇下即係誒，即係有啲咩嘅活動咧。咁麻煩可以誒、放一放俾我哋睇下，即係跟住嗰啲活動嚇、啊，即係我哋有啲咩。咁我哋每個活動咧都可以即係就我哋嘅回憶，即係講幾句咁啦。OK。嗯。係啦，嗱、这、呢個就係繼中聯電影回顧之後咧，佢另外一個都比較
你可以話有啲學術性啦嘅一個活動，就係李鐵嘅改編藝術。咁都係喺兆基書院進行嘅，都係好似我記得好似都有兩日係嘛？定係一日啊？應該一日，但係比較長嘅都係啦。咁呢個係李鐵嘅，即係都係配合咗電影資料館有一個李鐵電影嘅回顧展啦。咁跟住落嚟咧。這個阿強你講一下、因為基本上其實這些海報都是阿強設計的、這個不是這個我忘記了、這個我忘記了誰、這個、是不是找了一個朋友幫忙我也不太記得 我做的那個是另外一張來的是的是的咁總之我們那時候環繞著楚源導演有一個關於大丈夫日記可能關於一些這部電影的一些系列都算是一個系列嘅，算係一個系列嘅嘢嚟嘅。聰明太太、笨丈夫，同埋兩部《大丈夫日記》。仲有一部參考電影嘅，就係、徐克，係咪徐克？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啦，楚原成藍紅嘅，即係楚原導演同埋藍紅主演嘅《大丈夫日記》嘅海報。呢一個都有，呢、這個叫可樂溝涼茶。其實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係想睇翻一啲粵語片，即係改編自西片嘅粵語片。因為其實粵語片佢需求量好大啦，變咗佢嘅題材咧真係好廣泛。咁另一樣嘢去應付呢個咁廣泛嘅題材咧，其實當時有好多粵語片咧就真係今日講起咧話抄襲嘅。但係喺當時嚟講咧，當然你冇都好難同佢哋。即係辯護唔係抄襲嘅，但我相信佢哋抄襲嘅過程裏邊，佢唔係搬字過紙嗰種抄襲，而係一種移植咧，甚至係真真正正達到一種改編，即係佢可能真係個 original idea 或者成個故事，甚至好多情節咧都係來自某一部西片，但係佢搬到嚟嘅時候，佢又真係好確切咁樣樣將好多細節咧本土化，係啦，好本土化，你睇出嚟咧真係唔覺嘅。而且甚至加了很多所有的趣味性全部都是很本土的。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這樣系列的放映，就叫可樂溝涼茶。這個呢？唐書璇。是的，這個唐書璇就嚴格來說，唐書璇就不是一個語片導演。但是呢唐書璇的電影裏面咧，其實都包含了一些粵語片的傳承嘅文化喺裏邊。咁當然，唐書璇對我哋嚟講，亦都係一個好重要的電影導演啦，因為佢開啟了所謂後來七十年代末期的香港電影新浪潮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即係做了一個唐書璇的回顧展嘅。呢、這個係啦，呢、這個係你的設計啦。哦，係啊，係啊，我嗰陣時候因為我哋有一個。因為N虛的桃姐上映啦，咁我哋藉住咁樣樣就播咗譬如其中一部，我覺得我哋討論得比較多嘅有一個叫《金蘭姊妹》嘅戲，咁其實環繞住一啲馬姐嘅，咁我哋用咗馬姐呢個主題嚟做咗一啲討論啦，嚇、咁係咯，嗰陣時我做咗一張宣傳海報，其實呢啲好好啊，好中意呢張。其實呢啲海報嗰陣時多數都係貼喺百老匯電影中心出邊嗰啲外牆，嗰啲柱位咧，我嚟擺海報嘅地方。咁啊，係咯。咁我哋都有黃飛鴻系列啦，咁啊，因為我哋其實唔止 BC 嘅，我哋嗰陣時喺旺角嗰間 Starbucks， 一間嗰啲嗰陣時新開，都算係一間概念店啦。咁嗰陣時我哋做過一個，因為粵語片導演入邊有位黃峰導演嘅一系列嘅黃飛鴻電影嗰個成績比較。很突出啊，或者與別不同一啲。咁我哋就做過一個黃飛鴻系列。咁另外就《勇破烈火陣》都我哋都當係一個粵語片時期一個差不多係尾聲嘅一部電影啦。咁就羅次導演嘅，咁佢都係講同即係出於黃飛鴻，但係其實入邊就係點樣樣喺一個即係好絕境入邊去。
去打出條生路的一個咁嘅戲啊，類近。咁、我哋就喺 BC 度都有一個討論嘅，關於呢部電影。咁、藍色夜總會都係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好中意江雪啦。另外就因為部戲係楚原嘅，咁啊好多機關。我記得我哋應該係咪？都是因為之前定之後咧，即係陳景深嗰、那個戰，差唔多時期係嘛？即係我冇記錯，就因為陳景深，我哋策劃陳景深一個報警司嘅回顧展嘅時候咧，就喺嗰陣時我就睇到呢套戲，然後大家都覺得即係大家都睇到啦，大家都覺得好得意嘅。咁、尤其是裏邊有好多嗰啲機關啊，一啲咁嘅嘢，咁我哋就喺 BC 度又做咗一次放映嘅。好啦，嗱呢啲就係、我哋嗰陣時、比較恆常性嘅一啲嘅活動啦。咁當然呢啲活動其實呢一兩年即係。因為社會運動啦，因為疫情啦，都我哋都停咗成年幾啦。咁呢個好可惜啦。咁就希望即係可以早啲就恢復翻呢啲活動啦。咁除咗呢一啲恆常式嘅放映之外咧，其實我哋就搞咗幾個大型嘅回顧展嘅，主要有三個。咁呢個回顧展裏邊咧，第一個我哋搞嘅其實個野心又係好大嘅。呢、這個就係一個。關於報警的一個探討，咁因為我哋睇中聯電影的時候咧，我哋又成日睇到有個名成日出現嘅，即係其實有兩個名成日出現，就一個咧就叫做陳其鋭，一個就叫做陳景深，咁佢哋主要都係負責報警，咁兩個都風格其實有啲唔同嘅。陳其鋭咧，其實就古典好多嘅，甚至係好多好似係30年代、40年代，即係嗰一種西風東漸嘅嗰一種咁嘅上海式嘅設計嘅。咁同埋嗰個施工啊，嗰個細節咧，都比其他嘅電影幾乎都出色嘅。咁所以我哋後來就再做多啲 research 咧，就發現原來陳其鋭同陳景深咧兩個人咧就係父子嚟嘅。咁再繼續即係翻查一啲資料，就發現竟然兩父子，當然即係個仔承繼個即係個老豆啦。咁就發現咧，佢哋兩個由香港電影嘅粵語片、國語片開始，一路去到70年代。的邵氏公司和嘉禾公司的電影呢，他們參與或者負責報警，或者有時候負責美術，竟然加起來兩個是有成千幾部，哇，這個就真的令到我們有一個 很驚訝的一個發現。也都很幸運，因為陳景深先生呢那時候也剛從加拿大回來沒多久，因為他一段時間都過了加拿大，咁從加拿大回嚟冇幾耐，咁佢亦都相當精神啦，相當健康，咁我哋又揾咗佢，咁所以就策劃咗咧一個叫做陳大報警司啊陳其鋭陳景深父子雙輝嘅回顧展，咁或者我哋可以睇一睇呢個回顧展嘅嗰個一啲嘅文宣啦。即係包括喺呢一個資料館，佢每一個月會出版嘅一個所謂叫做展影嘅一個咁嘅長刊，即係嘅封面啦，同埋一啲嘅海報。咁或者可以阿 Richard 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一睇回顧展裏邊，即係陳其鋭同呢一個陳景深父子雙輝展嘅一啲嘅海報或者封面啊？係啦，嗱呢個就係嗰兩個封面嘅其中一個，其中一個啦。呢個係《春光無限好》一部李漢祥嘅電影，係啦。咁啊，入邊有一啲士多啊咁樣。另外呢邊應該係楚原嘅，我唔記得呢部咩戲添。啊，David記唔記得？我都唔記得咗啦。
是一部他古龍式的武俠片，圓月彎刀，圓月彎刀的一個煲經。另外也有一個係啦，呢張係個黃超君成個海報，係啦，黃超君做主題嘅一個關於呢個節目嘅一張海報嚟嘅。係啦，呢個我哋幾得意啦，即係個畫面就即係打橫嘅，但係我啲字咧就打洞，所以出咗嚟嘅效果即係幾有趣啦。嚇，咁呢個回顧展咧因為相當大型啊。因為始終佢哋兩個加埋咧，真係都即係成千部戲啦。咁我哋揀到嘅咧，只能夠係都係得即係三十部、40部左右。咁但係同時亦都配合咗咧，係有一個喺資料館裏邊咧，係舉辦咗一個嘅展覽嘅。咁我哋都剪咗一啲嘅一啲 trailer 啦，所謂。咁或者喺呢度我哋可以睇一睇一個比較短嘅版本嘅一個 trailer， 就分半鐘嘅，咁就可以俾大家即係理解到當時候嗰個回顧展嘅一啲嘅狀況。Richard 可以揀一個個短嘅版本，分半鐘嘅。女人都比你啲男人下得多啦。呢、这個就是大布景師的回顧展嘅，即係嗰陣時放映的 trailer 啦嚇。咁除了呢個回顧展之後咧，我哋就做了兩個係都是 under 一個總嘅系列的一個項目的回顧展嘅。呢、这個總系列就叫做偏家道，就是我哋睇翻語片咧，就好多咧其實是偏道集於一身嘅。咁個成就都相當出色。咁我哋第一個偏家道嘅回顧嘅人物咧，就係程江先生。咁亦都可以話咧，程江先生係我哋喺中聯嘅時候即係睇嘅電影咧，經常見到嘅出現嘅一個名字。咁就當然後來程江先生咧，其實佢都入咗邵氏嘅。咁喺入咗邵氏之後咧，佢就做咗導演，甚至做導演之後咧，佢有幾部戲都相當大嘅影響嘅。同埋都好賣座。其中一部咧就叫做《十四女英豪》啦，咁另外一部咧就係、是叫《天網》，咁呢兩部戲咧就《天網》即係《三郎奇案》，係啦，即係《三郎奇案》啦。咁佢喺即係呢兩部戲咧，佢就令到佢喺邵氏裏邊咧就多咗個花名啊。因為邵氏咧嗰陣時咧就啲戲好賣座啦，咁第一個係真係有一個好大嘅 breakthrough 嘅導演就叫做張徹，咁張徹。嘅武俠片咧就好受歡迎嘅，就佢當時咧係第一次咧就武俠片咧可以賣到過咗100萬嘅票房，咁所以張徹咧就叫百萬導演，咁但係程江咧都係叫百萬導演，但係嗰個萬咧就係好慢嗰個慢，即係慢工出細貨嗰個慢，因為佢喺即係邵氏嗰個作風咧就真係拍戲好慢好慢，同埋咧係好似永遠都拍唔完，又超支好多嘅。
咁但係佢喺粵語片嘅時期咧，其實咧佢就係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嘅編劇。咁我哋睇翻佢嘅劇本咧，亦都好有特色嘅。甚至原來咧，佢係一個讀下書都未讀到中學就逃咗學，因為有一次打爛咗屋企個老豆個花樽啊，因為佢係有錢仔嚟嘅，打爛咗屋企個老豆個花樽，就驚自己翻屋企俾人受懲罰。所以就走咗出嚟，就跳咗上去船嗰度，就喺個船嗰度咧去咧就唔知去咗邊度啦。然之後佢跟住船上高裏邊嘅一啲嘅巡迴嘅演出嘅劇團啊，就即係跟住佢哋去揾食。咁然之後慢慢咧就因為佢又中意讀書，咁去到邊度咧佢就真係走去個圖書館嗰度讀書，喺度睇書，甚至喺個圖書館內出訓嘅。咁就卒之咧，就俾呢個劇團就發掘咗，就慢慢就訓練咗咧，就開始佢就走咗上編劇嘅途徑，係一個相當傳奇嘅一個經驗啦。咁我哋就做咗一個程剛先生嘅回顧展，咁或者我哋都可以試下睇下一個其中一個回顧展嘅一個 trailer 啦。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嗰個比較短嘅版本嘅 trailer 啦。正話都講過啦，即係《蒹葭道》呢個系列咧，除咗程剛之外，我哋仲策劃咗另外一個嘅導演嘅回顧展嘅。呢、這個就係叫莫康時。咁莫康時係一個相當有特色嘅一個導演啦。佢產量都好多啊。咁但係佢就似乎咧係特別咧係擅長咧文藝片同埋喜劇。咁佢喜劇亦都甚至係發掘咗係幾代，即係兩三代嘅一啲嘅專演喜劇嘅與女星，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我哋即係覺得即係佢一個，而且係比較屬於即係所謂嘅 underrated 啦，比較受忽略，亦都受低估嘅一個導演。咁所以就策劃咗呢一個穩文穩笑莫康時嘅一個咁嘅影展。咁因為個篇幅所限咧，咁就呢一個嘅影展就比較細嘅規模，我哋就好似淨係做咗廿幾套戲啫。十零廿套。十零廿套咁樣。咁或者因為時間有限啦，咁節目亦都overrun 咗啦。咁但 anyway， 咁我哋就今集咧，暫時咧就係以呢一個穩雲穩武莫康時咧，可以作為一個結束。咁我哋亦都放佢呢個回顧展嘅一個分半鐘嘅 trailer 咧，就作為今次《粵語片榮光錄》第四集嘅一個結束啦。我今晚做孤陰兵，帶人哋嘅打領。邊鬼覺得閒睬你啊？死啊！乜將手指講？乜將手指啊？我係月下老人。鬼啊！鬼啊！鬼啊！
乖，老公梗锡噶嘛。太太，太你个头！哎呀，太太意思在度，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妇女地位。今日好难得，碰到呢一个红颜知己，呢个就系我第一个住家，你就系我第一个人客。唔系啩？我唔系你第一个人客啩？学行路，我十二个月大就识行路啦。我素养黎小姐你，声如出国黄莺，成只开龙雀一样。只识做傻侦探我。你好叻啊！要你条命！哎呀，开声送到，你几钱要几钱俾你？啊，八时银真系名不虚传。